无亲像有个人这么没见笑，先斩后奏，然后才逼人带伊入门。你自恨呐，无你即摆是咧讲我是？算你巧，知影我是咧讲你。你什么你啊？连门庭拢知影叫我一声阿姨，啊你咧？自我踏走入门到即阵啊，我嘛唔捌听过你叫我一声三妈。我看你是有够无大无小，我爱你即摆承认，马上叫我一声三妈。我就是唔叫，你是当安怎？姐，口头上娘些嘛无虾米嘛。三进步，安尼辈分较悬，你有欢喜吼？即摆我着爱你，马上叫安娜一声三妈，顺便甲伊回一个信嘞。别嚣张啦，哥哥，我敢来叫伊一声三宝。安娜，这是你伫阮黄家头一顿饭，可能还阁毋知阮的规矩。那阮的规矩是人拢到位啊，啊菜拢出齐啊，才会当用饭。较正，我嘛较介意厝内底有规矩，那恁安大家相处起来比较会较好咯。美华，安那人唔捌的代志，你以后得慢慢来甲教。是，较正，伊暗较歹势啦，因为我交代阿孙哦，加加一项猪脚肉，所以出菜较慢啦。问题，我知影你爱食猪脚肉，所以我先讲叫我妈妈教予你。多谢姆。来，大家用来。等一下，你哪会这么敖话？等一下，敢讲你有专工去练鬼心？子涵，妈你无大无小，你阿妈才拄仔讲过道理尔，你都随便接受哦。阿孙，麻烦你去给我提咸椒来。安娜，提咸椒要创啥？较正，我根本无咧食猪脚肉，而且菜骨还尔啊少。我想讲吼，食淡薄仔咸，安尼较好配饭啦。阿孙啊，唔免啦，你这里去无用。是。较正，你先来买给我吃。安娜，你即嘛是有心的人呢，有心食淮咸粥啊是唔好个呀。可能你过去食惯势，也毋过即几个月吼，你着爱较忍耐，为着这个囡仔好，还是等囡仔生落来再去食吼。等囡仔生来为止哦。嗯。好啦，文婷，我替你按地卡吧。多谢。卡酱，我嘛替你按是地，还是地较肥较好食啦。卡酱，安怎心？安娜。迄项是卡酱上不喜欢食的物件，而且老大人食遐尼肥的肉，对身体蛮不好啊。有人拍错马屁哦。卡酱，拍死，我甲你硬转。哎，你的第一斤垃圾吧，莫讲硬转去啊。上好是你家己食掉。我拄则讲过啊。我根本无食猪脚肉。无紧啦，我即块给我。冰春，你高血压，无适合食肥肉。阿姨，即块给我。文婷，我不准你食硬的吧。扫煞去啦，免伫遐计好心。阿伯，还有阿姨，我甲子涵有一件代志要跟恁参详。文婷，有啥物代志，你直接讲出来就好啊。是安尼啦，我已经向子涵求婚啊，子涵嘛答应了。
所以我想要恳求您，希望您会当答应阮两个人的婚事。文婷，啊，你甲志贤才交往无外久尔，即马就讲要结婚，敢袂伤过着急吧？我看恁查某囝是有不得已的苦衷。是甚物苦衷？比如讲，有心啊，无嫁嘛袂用你啊。我才无亲像有个人，这么袂见笑，先斩后奏，然后才逼人娶伊入门。你志涵啊，无你即摆是咧讲我是？算你巧，知影我是咧讲你。你什么你啊？连文婷拢知影叫我一声阿姨，啊你咧？自我踏走入门到即阵啊，我嘛唔捌听过你叫我一声三妈。我看你是有够无大无小，根本哦都无把我放在眼内嘛。嘛唔对啦，我根本都把你当作是空气，而且。你嘛别想要提什么威严来压我，因为我根本都无信任你是我黄家的人。哼，这就是你黄家做事实的规矩是？我爱你即马承认，马上叫我一声三妈，我就是唔叫，你是当安怎？志涵，你都叫一声是安怎是无？志涵，口头上娘些嘛无什么嘛。三进步，安尼辈分较悬，你有欢喜吼？碧华姐啊，唔知你是安怎搞查起来吼？安娜，你今仔才头一天入门尔，你就用你的威严伫压志涵，我认为难道是你较唔对？干嘛呢？卡强，请你替我出气空刀，这顿饭敢袂安尼好好啊吃嘞是唔啦？你看，连阮阿妈拢在听我。我早就甲阮阿妈讲过啊，只要你这个查某一入门，一定会闹到阮家家庆不宁。志涵啊，你敢真是爱阁继续甲你闹落去？要若安尼吼，这顿饭闹的我可是你才对啦。即摆我着爱你马上叫安娜一声三妈，顺便甲回一个信嘞。别笑想啦，哥哥，我敢来叫伊一声。三宝，哼，啊，阁真有规矩哦，唔知是谁教的哈。志涵，你即摆是安怎？连恁阿妈话你也不爱听是无？无道理的话，我是安怎爱听？你真正是愈来愈无规矩哦！你即摆是咧威胁我，还是阁想要拍我？你阁伊做伊子？怕啦！我食饱，恁慢慢食，先陪。